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就是钱哪里来？你有没有办法赚钱养得活自己吗？跟我同队的一些队友，他们其实都只是一般大学生。像这一次我们大家出国比赛，其实都是自费，自费。以往也都是，那大家会觉得说。一般人会想说，哎，代表台湾，那协会什么一定会有补助？其实没有，我们冰球一直以来都被排在边边。你去一定赢的啦，今年冠军就是我们台湾的啦。是，你那个运气通通发在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个灯。